韩林老师在下面刚刚看到两队的 battle 感觉怎么样？两边都很精彩了，就是这边的感觉是干干净净，而且还有一些很意境的东西，而这边就是创意无限，然后也感觉到在 battle 里面那种元素很到位。好，那如果让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一队？这是 one more 的意思，好吧？再来一次，来，所以是弃票了，太难选了。好，那我们看看一博啊，一博，哎，你知道为什么刚才一星队长说的？哎，人呢？我知道，为什么不说我不脱了？为什么因为他脱了，他自己脱了。这两队给你感受这个 battle 怎么样？我觉得这场火药味太浓了。首先从歌曲来讲，就是已经很炸的，很有力量的一首歌。然后两队的编排也特别的满。然后我觉得，一星哥这边整体起舞，然后还有道具利用的特别好，尤其是最后一个点可以利用水落的时候做一个莲花的样子，特别好。然后而对面的话，整体的 battle 的感觉跟状态特别喜欢，很强很刚，然后还有用到一些喷水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两边的整体的画面感都特别的好。如果让你选的话，你内心更倾向于哪个作品？哇，我说实话这把真的很难选。所以不是汉良老师他自己说弃票很狡猾，是你也觉得？我也觉得两边都太，你也很狡猾啊？不，你也觉得很难选？是你很狡猾。对的，说的对。好，两位队长对对方和自己的表现有什么点评呢？首先这个还是有失误，所以还有点不开心，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对面也很整齐，然后也很 powerful， 然后也玩了很多水花。加尔队长，我对我们这一队今天我很满意。有些时候最难赢的是自己，我们排练这么多次，这一次是我最满意的一次。那么我们就来到我们的选手啊，就废话少说吧。我觉得不管我们五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也不管对手是谁，我们核心武器就是干。是，我觉得对面的也很好，但是照我们呢就差一点点。我连狠话都放不了了，我本来我最喜欢说的那句口头禅叫做你们跳的真的很好，就比我们差一点点，我那句话说不出口，没有底气，你知道吗？好，第一轮的战果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现在请两队向后转，面对给你们投票的观众。两队第一轮的 battle 非常非常的精彩，比分为72-29。多少？72-29，是吧？72-29，差这么多。他们那个差好远啊！70-20，没有想到差距会这么大，就是很紧张的。然后我心里想的应该是会赢的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跳得蛮好，然后我看我队友没有太大的失误，所以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获得首战胜利的是，恭喜张艺兴战队核心武器，张艺兴战队核心武器。确实是捏了一把冷汗，松了好几口气。为什么？就70-20，为什么这个票数会这么大呢？他的差距。就是核心武器一出来，张艺兴实在是太吸睛了，而且整个的这个水的感觉跟他的连的主题又特别的搭，他的编排也非常有逻辑，很有故事性。那相对于没有王嘉尔坐镇的王这里看，在整体的编排上也稍微有一点点乱，就是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我觉得蛮可惜的。张艺兴队长的就给我印象深刻的可能是这个首灯出来然后撕衣服，加上最后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作品的话有三个记忆点，
但是他呢对于舞蹈来说呢不是太突出于重点个人，反而往这里看的这支舞蹈，他用两个水管，这个水管的第一创意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意外，它并不是拿在手里定止不动的这样的道具，而是在整体的空间上形成一个画面，并且一直流动进你的视野里的这样的一个道具，所以它的记忆点是一段记忆，它并不是几个分散的点。从这种运用上，这种创意上，那可能第二个作品会更胜一筹。其实张艺兴在这段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就感觉他整个运用 crump 做起舞的编排非常的抓人。张艺兴赤裸而上身跳舞这一段，真正了解街舞的人而言，其实赤裸跳舞是非常难的，他如果发力不够他就会显得很明显，所以在这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张艺兴每一个位舞每一个动作其实都能展现出非常好的职业的素养。张艺兴说自己第一轮失误了，你有发现吗？就是他这个失误你怎么看？当时他说的时候我还挺吃惊的，我想可能他本人对这个作品的要求实在太高了吧，因为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来说，当时如果他不是他讲，我们就是完全没有发现。这段作品就我在现场的观感来说，我并没有发现他有很明显的失误，他有很多非常巧妙的设计，包括以张艺兴为核心，很多的一些配合都表现得非常的完美，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作品的。淡定吧，一定要很稳。我们先拿下一层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有信心，我们就想着第二首歌就是玩嘛，就我们感觉我们赢的几率还是很大的。第二首歌王学武进，当时就感觉内心挺 down 的，没办法，对面有艺兴队长嘛，但是呢我们第二汪，我们有我们的王牌，所以第二首歌你们等着，马上进入我们第二轮的 Routine Battle。 两位队长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这个了，就我们就说就好了。希望大家都赛出风采，赛出水平，不要受伤。又来了，地跳歌看，耶！两队开始准备。